我们现在租完车要出发啦。然后呢，因为晚上还要去看星星，所以今天晚餐就速战速决。我们去那个石垣岛唯一一家麦当劳，对，刚好有新商品，想说吃一下嘛。那我们就出发。我们现在要开车去饭店，然后今天饭店是北边靠海，所以有一段距离，大概开车要半个小时。然后晚上要看星星，所以就是晚餐就随便解决。然后这是麦当劳，日本麦当劳新产品，它叫做武士汉堡，对。然后它有两层牛肉，看起来非常好吃。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。もういただきましたけど。预计的时间提早抵达，就很幸运的在饭店的私人沙滩看到美丽的夕阳。Yeah, 我们刚刚 check in 结束，来到这家饭店，它叫做 Seaside Hotel， 然后它就是靠海，所以我们的房间可以直接看到海边，所以应该明天早上 view 应该还不错。然后我们今天订的房间其实算是它一般房型，但我觉得 CP 值还蛮高的，因为房间真的蛮大的，而且它不算很贵，我们一个人日币10,000块。对，台币不到3000嘛，而且还有含早餐。那我们大概看一下房间，像我后面这是卫浴，我觉得真的很宽耶，而且双人房的话洗手台有两个，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。然后这边就是房间，房间跟萨库玛桑，房间跟萨库玛桑。对，然后它是双人房，有两张床，然后后面还有整个一个小的客厅。而且这个应该可以变成另外一张床，看起来也是蛮扎实的，哇，好爽！然后外面的话就是我说的，外面就是可以直接看到海。对，那刚刚夕阳已经时间已经过了，现在已经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期待明天这边的景色。然后我觉得这电视有个好处，就是说你要打电动很方便，因为很多电视就是为了节省空间，它会直接镶在那个墙壁上面。然后每次要找那个 HDMI 都要找超久的，但像他这边的话，就是直接很方便，就可以直接插 HDMI， 电视也是蛮大的。在房间还有给这个浴衣，因为它有个大浴场。然后哇，这衣柜很大哎，你看这衣柜我可以整个进去。哇，我最喜欢免治马桶，而且免治马桶都是透透的。然后还有这边是应该是浴室吧？哦啊，不过。浴室就真的蛮小的，就是没有想象中来这么大，所以这房间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待会要去看星星，看星星之前先去泡个澡，因为今天真的是在外面东奔西走一整天，觉得身上非常臭。对，那我们就期待晚上可以看星星吧。石垣岛的星空tour还蛮有名的，毕竟离岛比较没有光害，有兴趣的话不妨查一下行程或留言询问我哦。Yeah, 我现在已经到了就是看星星的地方，然后他这边有专业的就是算是导览人员，对，然后一天大概只接收4到5组吧，觉得蛮酷的。然后待会他会把所有灯都熄掉，所以我们待会就来一起欣赏星空吧。除了躺在躺椅上看星空、听解说，还可以请专业的摄影师帮你留下美丽的星空纪念照。家在饭店的餐厅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早起啊。床边都没有位置了，所以我只好坐这边。对，就是不好意思，后面就是这个墙壁而已。然后他早餐其实东西还蛮丰富的，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他有些都是一份一份都帮你装好了，所以你就直接拿。然后拿的时候要戴手套、戴口罩，对，就是避免感染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动啦。既然最后一晚住得比较好，当然要待好待满啦。吃完早餐就在饭店走走晃晃，特别是这家饭店有自己的泳池，感觉比较像戏水池，不过有着私人沙滩，也不用执着于这个泳池啦。
我们现在在这个饭店外面的海边，那因为它算是一个他们饭店自己海边，所以就没什么外面的游客，所以其实逛起来其实蛮舒服的。大家是否有在日本租车自驾的经验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兜风前往，来到石垣岛绝不能错过的米其林三星级景点。一路上的景色都还不错，自驾的好处就是可以走走停停，不受限。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有被登录到我日本文化财里面的川平湾。它为什么被登录呢？因为它这边好像就是有产那种黑珍珠。虽然是黑色，但是有光泽，算是蛮稀有的。加上这边的景色真的是蛮有变化的，但是就是今天还是有点乌云啊，但是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川远近啊的颜色都是不一样，就非常的优美。哦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搭那个观览的玻璃船，就是它下面是玻璃的，所以你可以搭船的时候看到下面的一些海底的景色，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浮潜可以看到那种感觉。看到一家网路上风评不错、主打自家自制手工面的店家，就决定吃这里啦。菜单有写啊，就是可以先吃它的原味，然后待会你可以加它附的一些调味料，像是这个类似它这里的当地的汤心子，就是辣椒粉，当地的一些香料。对，它有点像意面，但是比意面再粗一点，然后它的手工的感觉再更重一点。来冲绳县呢，就要吃这个冲绳发祥的这个冰淇淋。之前我去冲绳，上个月的时候去的时候也有吃，就刚好在这边附近呢就有一家，然后吃饱饭就刚好可以过来去顺便吃。还有这种期间限定的 menu， 它后面有多放这个开口笑，然后还有 Oreo， 然后可以选冰淇淋的口味，还有双淇淋的口味，我觉得蛮划算的，可以试试看哦。填饱肚子之后，继续踏上我们的兜风之旅。大概开了大概15分钟左右吧，它这边叫做御神崎灯塔。对，它这边是算是靠西边的一个灯塔，本来想去那个东北边那一个，但真的蛮远的，开车可能大概要快要一个半小时。对，所以我们决定来这个灯塔走走。除了一望无际的大海之外，很特别的是在这里有一尊观世音像，在此祈祷世界和平，疫情能够早日落幕。对面那个石头啊，你看到吗？那石头上面还有一个小的石头，哎，不知道怎么放上去，看起来蛮厉害，就是大自然的力量的感觉。刚刚开车兜风啊，经过一个小牧场，然后他牧场有他们自家经营的，像是一个小小的卖店，然后有卖他们就是自己手工做的优酪乳，然后还有 cheese 蛋糕。然后我觉得最酷的是啊，他就是把整个座位啊，全部都是设置在这个草皮上，所以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皮。哦，没错，就位置。然后最酷的是呢，旁边还有就是牛可以看，对，就还有可爱的小牛们，然后可以看海看山。就是一个非常 cheer out 的地方，所以要是有经过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来一下，真的蛮不错的。而且 cheese 蛋糕跟优酪乳都不贵，对吧？我觉得蛮值得来走走的。然后它这个的话是生乳酪，但是它有加一点点，就是有点像是莱姆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吃起来是不会到太甜，就有点酸酸的，然后非常爽口。然后我后面的牛也正在吃饭，对，它在吃草。对，刚刚一堆游客在过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就很不爽，就走掉了。
待会呢就要去机场准备搭飞机结束呢这四天三夜的石垣岛之旅。在回去机场之前呢，看到机场附近有一家就是还蛮惬意而且是自家民宅的咖啡店，所以就想进来坐坐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听说这间民宅改建的咖啡店是由当地的知名建筑师所设计规划，除了贩卖轻食餐点与咖啡等饮品，也有些手工艺品跟当地食材可购买哦。我现在呢，就是准备要从就是石垣岛就是回去了，对。然后我们刚刚没错，然后这四天三夜真的过得非常的快。然后在这边要非常谢谢就是萨库玛桑，他们帮助我。哎呀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去 check in， 然后待会就要搭飞机上飞机了。对，那这次呢就是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去了很多地方，然后也蛮悠闲的，又放松到。今天的影片呢就差不多到尾声了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分享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，记得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还没有 follow IG 的话，可以 follow 一下我的 IG 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